3.6 版本的内容量也太爆炸了吧，这怎么担得住来呀？别急，他们本要提前对话准备视频，版本更新直接踹人一步。大家好，我是午觉点探白族，那西达你路丹羽全都不歪。为了帮大家更简单更快的把想要角色培养好，减轻一点 3.6 开放之后的压力，本视频我整理了一些备案 3.6 版本可以提前准备的材料，踏完你的 3.6 之旅会轻松许多。我们可以先准备一下 3.6 版本无疑角色养成材料，你打算抽谁就先准备谁的。白族和塔维的突破材料现在还不知道，不过大概率就是李月和须弥的采集物了。新开地图已知是在千鹤沙地西北处，位于须弥境内，那么塔维吃星图素材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，这只能等新版本上线后再去收集了。白族呢，应该还是吃些之前李月的老材料。既然丹羽和申鹤这对师姐妹都爱吃星星，那白族大概就和布鲁鲁的七七一样爱吃琉璃带了。现在可不比当初了，有小小城的一键扫码在，琉璃带也没那么阴间了。不过不会有人没草神的吧？没有也没关系， 3.6 一胎相信持点赞的小伙伴都可以一筹拿下。40体 BOSS 掉的突破素材，按之前草角色的经验应该是无下草、基德和沙虫三选一，或者是由前瞻里出现的新深渊使徒掉落了。既然材料想必也是那条神秘的草龙王阿佩普有端了，只是这个草龙王形象就大家觉得像啥呢？那西达你路带你需要的材料我都放在屏幕上了，大家可以截图保存顺便点赞。现在刚好是 3.5 的长老期，可以提前开始准备了。那西达要用到虚名的特产解波莲作为突破材料，等级突破80级需要168的解波莲。想快速收集解波莲的小伙伴可以看我这期解波莲速刷视频。你的技能39级需要提前准备好这些材料，由虚名特产的驯兽掉落。收集这些材料时注意不要使用雷火元素，不要让驯兽进入活化或者突交状态，否则就会掉落金河系列的素材，影响素材收集的进度。天武升级需要闪电掉的腿脸的玄师，林路需要用到虚名特产帕蒂沙兰作为突破材料，等级突破80级需要168的帕蒂沙兰。想要快速收集帕蒂沙兰的小伙伴可以看我这期派上速刷视频。和草神一样，你的技能上的9级需要提前准备好这些材料。这波是什么？这波是驯兽大灭绝呀！天武升级需要雷神本掉的涡神之蝎类，丹羽需要用到清新作为突破材料，等级突破80级需要168的清新。想要突破就收集的小伙伴可以看我这期清新速刷视频，你的技能上的9级需要提前准备好这些材料。由特地的片片花掉落，想要突破收集的小伙伴可以看我这期片片花速刷视频。天武升级需要冬子掉的五炼之魂毒影，以上这些材料大家都可以提前开始准备了。当然天武术也不能落下，如果想要第一时间把强烈技能升满也要提前开始准备了。那西达需要巧思天武书、复稳风石塔，台湾时间周二周五周日，你又需要独行天物书、复稳风石塔，台湾时间周三周六周日，当然也需要青岛天物书、复稳泰山府，台湾时间周二周五周日。一个技能上9级幻神蓝数需要88本，那西达的 E 和 Q、 丹羽的普通和 Q、 你又的 E 和 Q 都是需要优先点满的，那就是起码需要528本。按照天物书的平均爆率，升级一的9级技能需要503体力，就算我们只升6的最重要的技能也需要17天才能够刷满所需天物书，所以天物书一定要提前开始刷，特别是对于晚路通的小伙伴们来说，怎么可以让好不容易搓出来的老婆得 BOSS 搓澡呢？当然是要暴杀深渊满屏数字了。摩拉也要提前开始准备了，漂移角色到能打的地步至少需要337万摩拉，这些都要打背包才能动不动。圣影物也可以提前开始刷去了，毕竟圣影物的错概率懂都懂。那西达队内没人带四森林时，无聊选四森林，否则带四丝巾。主持要推荐精通头或者双爆头，精通背后的草装杯，精通杀。副持要推荐元素精通大于双爆，大于元素抽成效率。丹羽首选四冰套，主持要推荐爆伤头、冰伤杯、冬季杀。副持要推荐双爆大于百米冬季力，大于元素抽成效率。你若首选二千元二精通，主持要推荐生命头、生命杯、生命沙。副持要推荐百米生命大于元素精通，大于双爆。这样提前准备了10天，把圣物和突破材料、天赋书都提前准备好，一抽出来就可以享受到完全体的老东老婆，岂不美哉？那西达、丹羽、尼禄都已经出了东略了，想了解可以先去探探。之后也会多数更新3.6版本，那西达、丹羽、尼禄的全新东略灯，白族、塔维的超级毕业东略的，让你一抽到老东老婆就懂得如何培养强度毕业。大家可以现在就点个3连关注，到时候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推送了。